施坦威钢琴是每个钢琴家的梦想，也是 95% 以上独奏艺术家的首选。除了经典优雅的黑木琴身，施坦威限定版及特别版系列都能完美传达出您的独特个性和品味。165年来，施坦威征服了无数钢琴演奏家，全球全施坦威学校已超过200所。正因如此，施坦威钢琴也成为郎朗、王羽佳和张浩辰等顶级钢琴家演出的唯一选择。这个名为《诗和远方》新手相连手机摄影论坛，通过 YouTube 和 Bilibili 向全球进行现场直播，吸引了线上和线下500多人的参与。多伦多地区的三位手机摄影专家黄世成、曾一和 Alex Lu 分别以手机风光摄影实用技巧、美食与摄影以及手机旅拍玩出单反饭为主题，向大家传授手机摄影知识和技巧。我们这个活动其实已经筹备很久了，我们最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校友朋友，尤其是老年校友，用手机去发现自己的生活，就发现自己身边的诗和远方。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，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很难受的一年两年这个百年不遇的日子，所以在这个之后，我们更是需要用我们的手机去找到我们心目中的诗和远方。尽管受新冠疫情的影响，这个公益活动被迫延期，但是主办者一直没有放弃。最后在赞助商 Frontop Engineer、 加拿大华人团体保险以及万德会计事务所的大力支持下，以最佳的效果呈现了出来。非常非常荣幸的和我们电子科技大学、加拿大校友会以及众多75家兄弟社团的联手合作，这样的一次线上和线下的创新的一个讲座，也是我们疫情以来的一次突破，所以感觉到非常开心。那我们的这个手机摄影的讲座的普及，通过我们校友会的力量，通过我们线上的力量，能够去让更多的校友朋友们、网友朋友们去汇集。凤凰卫视滕中琴多伦多报道。